真的假的？太好吃了，很 Q 的啦。将来这批白开饱满，果是到定型，眼睛这只嘴都这么模样嘛，可能是嘴软就要流落来。这就是现在高庆乡所生产的奶汁品质。够 Q， 即马高庆的奶汁吼，拄啊好，刚开始生产啊，很好吃，又清甜又够 Q。在奶汁的生产期，其中国庆用用草本栽种方式来种玉荷包奶汁的农民张清华，现在也开始采收了。张清华表示，用这款的方式来种奶汁，会当让甜度提悬真多，平均有14.5度以上，而且也较健康。甜度高是一般是拢用有机玉荷啦，啊加比较施肥方面。甜度才会较悬，啊是那土壤较好吼，咱伫食的迄个肉质吼会较 Q。因为今年南部所种的玉荷包奶汁，真侪所在拢是收税袂少，搬上一透早就到中清华的果园，但要抢购奶汁。搬上王水顺表示，今年玉荷包真欠，芋荷啊的部分产量就较正常了。芋荷啊生较高，啊玉荷包咱只方面较少。不过品质够咱换袂歹，品质啊袂歹啦。啊，主要是即马芋药啊，介绍拢还好啦。芋药啊生够啊，你芋药你像阮五峰太平药面生够啊。啊，所以即马拢在用药荷包的部分。嘿，即马是药包咱个较欠少啊。为什么少？气候的问题。